学会这五个贴库球技巧，打台球受用一生。技巧一，钝角贴库球，实战中最常见球形，直接击打容易打后，可以加靠袋口方向的旋转，这样可以提高进球率。技巧二，平角贴库球，白球与目标球同时贴库边，直接击打容易打薄，可以加靠库边方向的旋转，让白球贴着库边走，这样可以提高进球率。技巧三，直角贴库球，白球与目标球形成90度角，直接打传递给目标球的力不够，可以瞄准目标球后一颗球的位置，白球加袋口方向的旋转，需要先转库边再把球扫进，